对对，那个是龚校长的字啊，那个所有的这个都是以前都是龚校长自己提的。Hello， 哎，蔡组长你好。对对对，我们这有两位那个吕秉川先生的当年的助手。对对对。他保养得很好，可能音乐听太多。你好，这是李志明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对。哦，很有规模。我们这边是就是有都信众支持的，对。您帮这边是我们的，您可以让我大概短暂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。以前不大跟你来的时候，应该是在别的地方。就是他不好意思，我先进来之前先讲一下。当那个王先生跟我讲说你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时候，我其实心里其实鸡皮疙瘩，因为你对他的东西一定是，而且哪一个影片让谁看假假的哭什么，就是啊，就是觉得很感动。没错啊，你进来是吗？真的哦，对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看的这些东西一定会。列成册这样子，然后因为另外一边是不委屈的，就两间一起放下，然后
故事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是参与的参与者。我写的。对啊。你建议我看一下。女老师的字。我现在也都在帮他们记录啊。对，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。相见欢。有他那盘带，盘带应该是在后面。对，有盘带。在那个袋子，盘带应该在下面。对，哎、啊，我们都采取壁架式。然后小盘的在那边。小盘在这边。对、啊。那我们都采取壁架式管理，因为你知道有些鲁莽的可能进来会乱翻啊，弄坏。就即便那盘带，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人要打开，怕打开会被淹没。没有盘带是最原始的，因为录音带是翻烤的，他自己生前他们翻烤的，然后真正的元素才是盘带，很多很多了。比较干燥。我们有弄除湿机，除湿机啊，除湿机以及冷气，每天都开。对。然后右边是他的床铺，只要蓝豆豆都是他的，有贴那个。可能要把这个拉开了，这个可能要转一下，他是用那种转的，怕它掉出来。听他说最近地震频繁。民间乐人啊，你看这边民间乐。山的怎么都佛教啊，这是佛教。这个儒教。哦，儒教哦，儒教，对对对。奇怪，不光这个族都没有。然后这边是汉民族，然后民间乐人在这边。对。第一届嘛，第二届嘛，第几届？对，然后这边有北管的。就是是不是当初真的，因为我们过来，应该是我们也来的时候也有清澈啦。其实找清澈应该也是很明显，会知道。对对对，但是那个，因为所以我可以整理出来之后再回答。我们就是，而且你看这个盒子上面都有以前他们看哪一个单位怎么会更。让他物尽其用，或是花人观他。然后就是专业的，这些都是没有，这是他们以前用的东西啊。那连行李箱都是他们的吧？所以其实他都没来过，我觉得很可惜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带他来。他还这都是这边也都有箱子、啊，都是他的那个营养师的箱子、啊。对对对，以前都是胡大哥在整理的，这些箱子要出去录音之前。有三秒钟的静默，都全他在整理的。我一直起鸡皮疙瘩。还有，你看，我们要出门了，这个箱子都要装什么，都会登记啊，要核对。打勾，因为他们要出去一次是要带很多东西。对，他们有那个，哎、欸，这些都是也是历史资料，就是他要。你看，我们要做田野工作，就那时候要做什么工作。那要带什么东西？那这个箱子都装什么东西？这个都先设计好，就系统化，就设计好，然后要那个连出门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装好。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。所以这一张，对啊，这个要留下。然后这个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就把贴在那个箱子上面。要出去的前一晚，再核对一次。回来也要核对。对，然后。去到目的地，对，第一件事情把行李卸下来，
就要对这一张单子、嗯、这里头的东西有时候出去录音东西没收回来对吧，而且他当年哈、喔，这些设备很贵，嗯，然后录音的袋子一卷可能两三卷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薪水，嗯哼哼，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叫类比时代，是老师都要求买好的，连那个电池啊，都要买好最好的，所以他是倾家荡产在做这个，不要把它当做废纸，到时候丢了，哎、欸，你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整理到。而且他们，你这个线材，他这个都是录音的线材。对，我不懂，就干脆就纹风不动，这样就对了。对，这就是以前他们弄的，都是他们去那个，而且他们连穿的衣服都特制的。对，他刚有，你大哥有讲耐磨那一张卖出去而且有几个口袋，那个口袋，对，對都是特制的，好像要去那个野战一样。馆长是让出啊，因为我们馆长本身也是念艺术的哦，是啊，对，他是视觉，我们下次一定要跟，也要见到你们馆长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那些你们一定有故事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您的，因为艺术老师都把握过，真的。有啊，对啊，那里头不是有这个音乐吗？啊有啊，他们录，他们有现场录。世纪绝响啊！我那个演讲里头就有这个音乐、啊嗯。那因为我有些知识也是从感觉差。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吕炳川先生的保镖。什么叫保镖？他们是二十四小时几乎连在一起的。跟在一起就多久？嗯，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哦。其实你知道吕炳川教授啊，五十六岁就过世了，很早我记得。而且他拿到博士的时候已经快四十岁了，嗯，所以他做录音其实才二十年呢、欸嗯，这一些是他花了二十年弄出来的、嗯。可是这个我们现在来看哦、喔，就觉得怎么可能做？你再组了一百多个人做二十年，可能做不了那个东西。嗯、所以那个吕炳川的精神就是说，在那个年代戒严时期啊、嗯，然后花自己的钱呢、啊嗯，他就是那一种就是一个全心投入。然后去做一个梦，把那个梦实现、嗯嗯，然后那个很了不起，因为它支撑它的那个完全不是金钱的概念，完全是为了要保存台湾的历史文化遗产的。嗯，所以他的故事是很经典。对啊，几乎二十四小时连在一起啊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称呼我，我都想不起来他是怎么称呼。你听得懂吗？我懂，但就是他们好到他不需要，他不需要称呼他了。他想讲什么？对，他是好到，他几乎就是他的分身那种感觉。看一下，我就好像就知道很难嘞。我们现在基本上也不会有，我们现在也不会有这种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了，真的啊。所以我那天突然想到，哎，我从来不知道他怎么称呼。
他突然想起来，那你叫什么叫他？我是叫他老师。哦，叫老师，是尊重。然后他从来不跟我讲工作是什么，就看一眼。而且老师是留学日本，你知道那种日本的，就是非常有礼貌。可是要到好到一个程度很难，就是说连这种礼貌，我们因为我们是那种关系，就完全这些礼的东西完全都可以不一样，那很难。你懂，你懂他讲的。我懂。理解这个。而且他做也还有一点就是他说他做什么，吕秉川先生都会认为他做的就是他要的，就能可以好到这种程度。然后李秉川先生也都不会教他说你要怎么弄怎么弄，可是他自己会去做，然后做完之后那个就是他要的，那个就是他要的。他把他心里想的东西把他做出来。对。然后你知道那个为什么会得奖吗？重点就是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一个美学艺术的高度，才会得那个奖。然后那个奖的意义就得到学术研究做到这个高度之后。他是把这些东西再还给人民，对啊，所以他那个奖是日本人，是他得这个奖，日本人对他是多尊敬他。据说我昨天那个林信乃的女儿有来嘛，林信乃有去留学日本一年哦、喔，然后后来他就林信乃是个原住民啊，是，然后他也是在做田野调查，是，然后他那时候有去日本留学、喔、他去了日本才知道说日本人有多尊敬吕秉川，他昨天。他要出关的时候，对，因为那个日本的学者、博士在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当年看到他是拿到他们的文部省的艺术音乐大奖。我刚刚讲林信乃那个、啊、是他昨天他女儿跟我讲，就是他林信乃曾经是有去东京留学一年，然后他居然在东京大学有他说的，我当然不知道，他说有一个吕秉川音什么厅哎、欸。有一个厅是用吕秉川的名字来取的。你想嘛，那文部省的就像我们这边教育部的中山文艺奖。然后林信乃到最高的，就是日本最高的奖。他到国外去才吓到说，原来我们台湾有一个人在日本的地位是很高很高，他也吓到了。而且你。然后这是我们大师对图书馆教的吴进章，就吴进的宝藏。对，然后这是大师的墨宝。这边也送一下大师的，一生有话要说，我们很多话都诉诸在这里面了，好吗？对，然后跟我们图书馆馆藏里面图书馆的简介里面有介绍，就大概介绍一下吕秉川老师在这里。对，我们发的 DM 里面都会把它介绍出去，包括我们刚才跟你提到，只要有人知道，我们都会讲这样子。然后这是大师的墨宝书签，对，然后加上这个袋子，这样。收到大师的话要说。我也有话要说，好的，说给所有佛光山的弟子，谢谢大师曾经交代。阿弥陀仏に
好。